哎，我们刚不是有约定好吗？大家不是很想要很 lucky 吗？重来，谢谢。好，在接下来这首歌之前呢，我想要先跟你们介绍一下我台上的马戏团团员们。首先就是那位高等的向花先生，贝手 Billy。那个单身的女生，等一下可以来后台找他。好的，还有吉他手 Eric。还非常厉害的我们这一团的那个秘密武器大提琴手刘涵，还有鼓手小兵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忙，你们可以帮我打拍子吗？然后我中间呢会变稍微变速一下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得上这个节奏。好，我先开一个让你们大家打拍子吧。好，就到这样哦。那我来喽，这首歌曲叫做《伍德那些》。